北京的观众朋友们有眼福了，因为呢，在这个月的21号，中文版的音乐剧《猫》啊就要来到北京了，而且呢，他们会一连演上50多场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首先就带您先去认识一下这群可爱的猫们。如果漫长是我忙碌的时光，我会偶尔喝上几杯红茶。这个诞生于英国伦敦西区并在世界巡演30多年的经典音乐剧《猫》，讲述的是午夜月色下正在举行的一场盛大的猫族舞会。在这场名叫杰里科猫的年度盛会上，有一只猫将成为幸运儿，登上猫族的天堂，获得重生。于是在将近3个小时的舞会上，您便可欣赏到34只个性鲜明、老老少少的猫。华丽的舞台，绚丽的服装，不过您千万别被这些迷惑了双眼。如果近距离观察舞台布置的话，你会发现这个舞台竟然是被超过1500件的特殊道具堆积而成。就是我们在上海站添置的一个就是杏花楼的月饼盒，然后在旁边这个就面目全非了，它就是北京特色的兔爷，广州之后添置的这个狮头，这个狮头已经有25年的历史了。狮头下面有一本新华字典，我们特地翻到了就是有猫这个解释这个字的这一页。